十五，还缺三个人。下来吧，热身下来吧。老婆，你是西安人不？你点的可以。高级人是不是？我们这边还缺三个人。我问一下啊，有没有男明星啊和暴击的？我们还缺一组，我们还缺两个人，这一对。我缺一教授，还是实力不平衡了。还有那椅子放的，你这椅子，我去他弄个实力够，咱够了。因为我是中国注意，这个不说小题话了，对对对，注意。站着吧，不关椅子，那开我，开一个。陈婷来上来试试呗。没关系，这不说话的，这不说话的。
点是啥？好，时间到。没时间了，对不起。好，你们这一组全是一个成员。好，在两分钟之内，你可以多猜，如果你猜对的多，不对吧？不，他们都可以是这样的，适合长度。所以才让你们抽签是吧？对，这个抽签绝对没有办法。下一组呢，该我们这一队表演，该我们这一组表演。好，你们谁演？你演，安全看好。好，这个不是一个歌名啊，这个不是一个歌名，这个是一个民间艺术。来表演是吧？陕西的民间艺术。秦腔。剪纸，好，对了。谁在猜呀？好，一起猜不算赢吗？刚才提醒大家是吧？那刚才那个后面陈经理也说，前面这位先生也说，到底谁和谁一块儿？好，刚才提醒大家一下，在猜的时候啊，请大家配合一下，有点不要提醒，不要提醒啊，这样竞争起来才公平才有意思，好吧？好，下一个，那我们下一个是也是一个场景，剪纸，我们是一个场景，第一个剪纸。第一，对，第一个字是第一。打一个字。第二个字，你看他在。对，低声，再下一。下，低声下，低声下气。对了。好，这个时间也到了。好，我们这一组呢，猜出两个，猜出一个，但是还没有完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组，是一个 teamwork， 对，现在开始第二组。第二组的队员上场，第二组可以啊，我们还是一下，他表演你猜。平地惊雷，好，第二个成语啊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看见了。对，我现在看见了哈。第二个成语，第一个平地惊雷是对的。好，第一个字是明，对了。明，可以借用任何道具，在场的。明珠，没错。明珠干什么的？按头，大家说，胖胖说是明珠按头啊，两个都对了。几分钟了？到时间了吗？按头是成语，是没听说过，有点名字。好了，还有50秒，50秒再猜一个哈。下面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其他人不要提示。看50分钟能说吗？知道兰州就吃20多天兰州拉面，是吧？天天吃。看你对兰州这个兰州拉面好像没什么太大的。不，后来我好改了，一开始被误导。在桌上找啊。他一开始带我吃的面太少。谐音都可以，你可以借用任何在场的所有的道具。还有15秒，不是吗？在那个
不是抹，也不是铺。表面平，对了，陕西表面做的，我那是我要吃那个陕西的臊子面，哎，那个。好嘞，帮我把那陕西饭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。好。陕西臊。对，你可能好，时间到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猜对了两个，已经很不错了哈。好，他们两位，好，我们继续要加油啊，我们继续加油，好。要让他的事儿，我都打。啊，我们这个也是个成语，我们这个是成语。来、啊，继续开始。蓝大家能做好的机器，我跟你说，也是个成语。吓得我没下拍，就不敢说。没开眼笑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换第四，再不表演。我前两天看的很精彩。这个题目是电影主题曲。那就商户演出来。没有，没他就是改成小房。不是有一个正那个照的还真不错，那商会那个就是说什么第六百第六千的那个小试驴刀电影主题曲，那应该是尼浩照的吧？刚买一个新相机，新买了一个尼康的六百。我可以提示一下，电影主题曲关于我们陕西的，我都不要，我这个就不是我照，没事。其实就是使傻瓜子，不是你的蛋白。谁都拍过陕西的电影，我马上就给你讲讲我的。张艺谋都拍过什么关于陕西的？就是那个山，还有这个《红高粱》的主题曲。那是我刚到的，兰州，对吧？会长不能说话哈、啊，会长着急，不能说话。前一度快还有20秒，白平衡没对。那可以就是入门这样还挺难忘的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太厉害了，最后一个是成语，肉照比较好，应该是肉照的。非常希望你看了四个啊，我们一组四个，拍了四个，好，咱们这组就完事了，没关系。四个，好了，我们第三组。稍等一下，也就是说，像当年开交通，也是就是不是也是对，老庄的这个庄什么叫安防主任？安防主任，你这个不是像不叫安防主任？好，我们要计时开始，好了，我们开始了啊。安防是经过定义啊，他说是四个字啊。对，等原来我就干这个，来对对，你干这个，对，来自个冲击的，对自己冲击。那一般人就拆了交给啊，风险船员，他们这个配合得很好。好，我们下面再来两个啊。现在数完之后，你开始接不开？那是照片，开弱的，就是也是四个字。经过数码暗房，就在暗房里边要写那个定义条款。啊。这个做成了跟 PS 完全叫另一回事儿。为什么就说你看一个字一个字来接张图？他们的色彩都有热，一个公式色影响这个色彩，它用的相机绿色热锅上的蚂蚁，他猜对了啊，第三个热锅上的蚂蚁，哦，明白了，电钻是热锅，就洗涤过程可以的。第一个字他说是金啊，你不能说话啊。他说第二个字是石，金是海俗。啊，不错，又猜对一个。那还有50秒。还有一个哈。哎呦，打过来，靠，吃玉米了，过来。好，明白了。你照完的时候，那不是截屏，是这个。这哪都这个比较难，是吗？你可以借用在座的道具，已经看过了。囫囵吞枣，他猜对了。
儿出卖了他。我女儿在外面。还有一个，还有十六秒钟，我们猜对了，拿奖。九秒钟。你陕西的吗？我很爱陕西。心安理得又猜对了，我们不猜了吧？还剩三秒钟，不猜了哈。看来他们俩是最有默契的一组，我们是从西安来的，恭喜他们啊！这个还没结束呢，我们第一组的最后一组的实力还没有显现出来。好，我们最后一组上。我先让他们的大哥也在研究，那个时候认识心理了，但是现在没有，有点累。不认心已经好好去看一下。开始，这是一个民间艺术。这个，看看这个民间艺术。高跷。踩高跷。对，踩高跷，对了。上高跷。你管那高跷有点没意思。他闺女。这是一个成语。他闺女呢？他闺女呢？怎么从美国考到北京大学上学？你等会儿，那你刚才也搭档了，那算赢还是不算赢？猜了四个。他们赢搭档没有？没有，他们俩赢。我们只是换了人了，但是你不能一个人跟两个不同的人猜。行行行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全民搭档，全民搭档是吧？全民搭档哈。那我们要不要？我们就做大助理了，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。先开始第三场啊，然后我们好的好的，我们计时开始，这是一个成语。我去年参加参加团队总结，所以今年我就来帮了来两位团队，然后我一会儿要帮我团队帮我拽进去。啊，贼热闹！好，猜对了。这跟那个什么鸡腿都没吃。然后这是一个成语，这是不掺和，成语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还是不掺和。不是这个，胸有成竹，好，猜对了。前啊，这是个民歌，陕北民歌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其实挺多的，这挺多的。你看，其实我们看过这个。笑话。信天游。信天游，好，猜对了。这个还是个陕西民歌，二零一，这个一万多点击，第一个楼盖了800多，楼在那楼一天就盖100，我们那写诗的楼一个礼拜大不了20多，我们的楼一天就盖。你看，陕西民歌，你看，真是，昨天一个天一会儿就到夜里就101了，还是那证书。2013年第一届拉上。我们总共猜到了。
4.7个。对不起，我们比你们多一个，我们是10个，所以我们又赢了。我说了，今天晚上要赢的人跟我站一块儿。没有，他猜了6个。他猜了2个，他猜了2个。6个。第一组猜了2个。我跟你说，我手上这一溜一共是10个，他们猜了6个。他们猜了2个。一共是10个。好，恭喜你们又赢了，又赢了。我们有奖品吗？没有奖品，发红包。发红包。发红包不打。有奖品吗？在这儿哈。来，咱们小姐们一人拿一个。这个节目呢是表演起来是又热闹又红火，这个